这就是 PRP 从 20cc 的静脉血，我们离心很多次之后得到一个无尽的血小板丰富的血浆，这个可以用在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，增加卵巢功能，增加胚胎着床率，增加试管婴儿成功率。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喷洒在子宫内膜上面，这个是内膜我们要作用的房的地方，子宫内膜，所以我等一下只能在这个房间的门口往里面喷，所以我不能跑到这个内膜，不能干扰内膜，所以我等一下会这样进来。PRP 这是无尽的，我们放在这个黄金软管，很软，这是非常软的。那这个只能在门口，好，那这个只能出来这样子，所以这里是蓝色顶这里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。放在这个管子哈，没有进去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黄色的液体就到子宫腔了。现在是12点，要躺到12点半，那再可以回桃园，好。